他们说你没穿罩罩，不可能，我梦一下。真的没穿，你们好聪明。我操，真没穿罩罩。没穿啊。对，别，待会儿别给我总给回来。我不喜欢穿，太热了。是勒得太慌了吧？对。买不到合适的，太大了。对，所以我穿的是孕妇裙。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他们在笑，我听到了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就是你要是谁要是以后谁要是打个比喻，我要是成为你男朋友，我要是不听话，是不是你能拿这两玩儿把我呼死？会拿这个缠你而死。拿这个啪啪啪啪缠我。对，这是我的特技，只能表演给将来的男朋友看。啪啪啪啪啪啪。就对，就是差不多那个意思。真的，这个不夸张，只是说现在大街上哈。不太方便。不太方便也是。没有，待会儿没关系，待会儿找个房间演示一下，啪啪啪，把我脸打肿。你说我要是真的演示这个惨而死的话，估计都是新一代网红了。那必须的，我跟你讲，我长得又不丑，是不是？现在老了一点啊、对，来我们长得比一下，咱俩是不是还多有点夫妻相？嗨，是不是有点？好像瘦了点。没有，可瘦了可以胖嘛？就是胖了想要瘦都能活，知道吧？来唱个什么歌？想一下唱什么歌，我好久没去 KTV 了。你能放那种酷狗让我看着歌词唱吗？有啊，都有。香水有毒吧？香水，你这是等会儿我得要看着字幕唱。你先遮一下好吧，宝贝儿。哎呀，不露了。我能叫你宝宝吗？我要看着那个字幕唱，胡杨林的。我都要，我现在先实习一下怎么当主播，改天我自己当主播，你们要来捧场哟。好，要想守我是你师傅啊，要想守约会得跟师傅睡啊。哎呀，你好坏。变了，反正都是寂寞的。哎，别等会儿，胸注意勾了。没有的啦。哎呀，宝宝，你能不能把这个遮一下？那个放一边。放在这里，不要去。很讨厌。讨厌，来遮一下。真的不露，没关系。不，好，不，开始，你喊开始我就唱。这样拿着。这样那人家都看不到我了。看得到。哎，我操，你这表现欲望好强，我操。是啊，我适合当主播，他们都说我应该去当主播，绝对好多人看，是不是？我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又会聊天。元音箱了。肯定元音箱。拉近一点。好，近。来，你坐那么近，像我媳妇儿一样。这样合适吗？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关上爱别人的门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，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，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不要拿那么近啊！是我彼此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自卑。你要的爱太完美，我永远都学不会。哇，好棒啊！谢谢。来一个。你干嘛要我亲你啊？应该是你亲。有。